大家好，我是 Docus， 欢迎大家收看一分钟健康。 OK， 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rainsoul， 其实根据实验室的实验呢，它那个抗氧化指数呢是8990、哦、这样究竟8990是什么来的？其实呢就是那个 Orex 的那个指数，他们拿每一种食物啊、生果啊拿去做研究，去研究每一种食物、生果啊那些东西呢抗氧化指数有几高，而 rainsoul 的指数是最高的，8990，是比一般的水果、一般的营养果汁水呢多出8倍咁多、10倍咁多，因为其他嗰啲指数呢可能得1000啊、2000啊咁嘅成分嘅啫。OK， 咁样咧，佢抗氧化咁高系等于几多乜嘢咧？咁其实我哋平时食好多水果啊，食好多嗰啲蔬菜啊咁样样嘅嘢嘅，咁其实咧，我哋呢个 rainsoul 咧，佢嘅营养成分、佢嘅抗氧化成分相等于你食10餐蔬菜、10餐水果同埋3餐牛油果咁多嘅喎，所以咧，如果你食一包 rainsoul 咧，就等於你食咗好多好多蔬菜水果噶啦。OK， 所以咧，蔬菜水果嘅營養咧，就透過呢一包 rainsoul 進入你身體裏邊咧，俾你有好好嘅、好健康嘅膚色、好健康嘅身體、好健康嘅血管，同埋幫你排除好多病痛疾病嘅。咁如果你對呢個產品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聯絡我 ，Dorcas， 呢個係我的電話號碼。隨時打電話俾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都可以，如果你有興趣加入我的團隊同我一起介紹呢個產品都冇問題嘅。OK， 歡迎你，多謝你收睇。